那最后我们的最终目标，这个计划呢，将在四月底去参加 Challenge Taiwan 的515的赛事，期待在 51.5 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平安完赛。我相信啊，如果连你都可以完成铁人赛事，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今天来到2023 Challenge Taiwan， 我今天就是要挑战 51.5。上次呢，参加那个 Lava 被人干搞到爆炸，因为我用 SUP 都没有真正下水。我现在这台天母美国肌肉车，今天终于正式要下水。我游泳赛段是1500啊，但是我最长游泳记录应该是1000而已吧。剩下500公尺呢，是要用气垫船还是自然漂浮上来？大家拭目以待啊 ！Go go！ 其实从一开始差不多有150、300公尺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不太妙，因为一直靠岸，然后一直想站起来，然后一直想偷走，然后我到25分钟的时候，已经看到中间那个浮板，然后我就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25分钟刚刚好，冲过去中间浮的话应该会 OK 的，然后游到快要浮板的时候。开始呛水，然后两只大腿开始抽筋，然后就开始人生跑马灯。现在实在不应该嬉皮笑脸了，是很值得哀伤的时刻。那就做橡皮艇怎么感觉？可是到底有多成千上万个参加 CT 过的选手们，有几个可以这样子坐气垫船游湖呢？很少吧。
我就有这个经验，分享给大家。那、啊、请问这个船票多少钱？这船票大概3500啦，还 OK 的。大家想要体验的话，可以报名，然后准备一年，然后来这边游湖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体验，推荐给大家。3500吧。3500，3900还是3500？3500，我是早鸟优惠，可以早点报名。我没有一开始就想要弃赛啊，但是真的是大抽啦。你的客户又来了。对不起，大家对我那么多期待，这样，抱歉。没有，这边放不出来了啦。这边这部直接放泽瑞片的结尾就好了，不用再另外做一部了。片长只有2分钟。筹划了一年的节目，2分钟就结束。然后梁泽瑞还烧香。老塞，我在岸上的时候看着船开过来，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那个衣服好像我们的哎、欸，然后我就说那个身形是不是听闻你所？因为只有这个人的身形长这样，越看越不对，还5个字，越靠近的时候很多话去了，就是他了。啊，我的气到都烧瞎了。我体恤工作人员，前面2天太累了，今天提早收工，谢谢大家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还要结尾吗？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天母冯林索，我不是他的教练梁泽瑞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是谁？是我是谁？我是冯林索还是你吗？没有人。想要一个简单的结果，那就跟我说。如果你已经不能够完成这游戏的任何比赛，在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比赛，你要学会什么叫做等待。好，身体的抖动少一点，因为你快溺水快死了。头可以把它往前面看一点，对，刚刚都没看到头。Thank you.